떠나지마. 아, 지금 그 어디야? 신동 보다가 아니 키만 타고야마. 아, 오와 키만 타고 타고야. 我先交代，一个双棍的兵在咧顺手，手提不落来，去无路用啊！哎呀，啊天人兵，伊上介严格，伊甲你讲，不管安怎，你都唔通交代别人去讲，啊你拢唔听，安尼死气趴趴走。啊，我是大姑无看到我母亲，我就会想你嘛，我就是要进来厝内底找我母亲呐。这支嘴遮短啦，啊你啊，只有恁老爸常常甲我骂。母亲，啊，我甲你讲。我叫迄外国进房的朋友买一挂胭脂水，我要送你嘞。你好心阿娘心娘老话啦，你看为什么装啊？阿娘啊，确实年纪你是老啊，也唔过啊，像你这年纪，这种的面容世间罕有。阮如哦二十岁姑娘，如果你也跟外国的姑娘比起来哦，阿娘水真多，只有气质的咯。奇怪呢，你老爸嘴那无先着你这么低。阿娘嘴嘛袂遮甜，阿你这个囝我到底搁啥唔生的啊？人讲后生就是老母顶世人的精灵呐。对啦对啦，你的记住，爱乖乖，好阿娘好做人，唔通让你阿爹常常伫咧跟我骂。阿娘遮济，来来来，哦，好友恢复，你阿爹倒腾来，出来甲姐姐做一威风，一有钱，有钱。不是啥，苦水熬啦。乖，你老爹人生无介好哦，你是毋是搁惹代志啊？阿爹，老爷。老爷，见过爹亲。老爷啊，啊你出外，我要去巡扫一寡代志，要去找看有啥物所在有人受苦无？啊，倒转来，啊你若厝这两个人是啥物人啊？大清法律，谁人话你丢不会出相罪？谈不得，有一件大事，惹得人心惶惶。嗯代志啊，好是好。老爷，啊，我想讲你唔是够真严，啊，你搁叫咱囝心动，伫咧码头伫咧顾，只要老好想讲想要进过来，你都拢要甲毁掉，先做哪会过来呢？是哦，无咱连阿母分退过庙内，大清几年，竟然进宫福寿阁，大宫大清帝国。回身虎体当中，光看这位倒霉王，也是家破畜生。家破畜生，寡民百姓，平不了心，哀哀叫苦。更何况有了心肝神力，岂能吃福寿果？哎呦，要是拄一个妖仙啊，啊做这款代志，这个福寿果若无见面哦。唔敢偌济人要受这款罪，要受这款痛苦呢？是哦，对啊。啊，你为着这福寿果，伫咧无去哦。啊，这福寿果，袂少我一个人一个人介绍，想一个囡仔你也去啊。想讲阿弟啊，啊这福寿果，你都无用你的公事，你搁带到这两个人冤人来，咱到底创啥？啊，你两个是啥物人？你都知，这回政府体当中，拄啊好这个位。跪在国家门口顶，面对本官一道，无人
敢答，啊，人生千千遍遍的身份，啊，敢下这种毒手，老爷，这若抓到吼，一定要死啊！当然，对啊，我是感觉讲哦，这两个人可是无性，无性无义，啊，你个坐在个厝内底，我感觉安尼唔好啦。我的想法是讲，孔子讲是天下无戆，大家人拢是人性平无义。要是只有卢师子，我就会笑翻。阿弟啊，你的公孙子是不是啊？我是你乖囝嘞。是哦，我相信心中你不会错。姑娘，你要干母后，我想讲，我会叫人把你改掉，上官。心肝嘞真艰苦吼，什么叫真艰？是会生得娇心，娇心所生唔着，你是咧讲啥？叫做艰苦。老爷，你今日咧甲我讲话，弯弯曲曲，你敢若亲像话中有话，你若无爱脾气，甲我讲较清楚咧。所以两位灰色女人，你可不知影？为啥有伊会出现伫咱大门口条？是何人素质？好歹女子成婚，糟蹋，糟蹋伊，害伊一世人啊，幸福毁于一旦。是啥物人起伊只好情歌？害伊的名誉受伤损失，你扛知影何人素质？老爷，啊，但我毋是当事者啊。我要哪有可能会知影？你不知我念这时都有你了解，你话都各种，都是咱叫人心斗狂。心病，不可能啊，老爷，千真万确，不一定这查囡仔，伊从我念了不想过来，我都茫茫飘飘认唔着人呢。咱叫心动是一个善良的囡仔。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？伊嘛知伊的老爸生气的，就是这个好受哥。伊哪有可能敢违背你的命令呢？你说没错，今个你心内上清楚，在我面头前原形不掉，看见对方都住，心肝敢会自卑自救？我也希望代志不是伊所做，是对方命令掉了。要是讲公娘，是不过好娘。老娘，你爱下一字，先低调子，先叫不好，先走叫袂入人的家国。我知影，本官今日大清归来为官，为你主持公道，我无想要让外面百姓议论无分。好像那顶高
希望四兄弟帮杜兴风。这先知影，后爷先急来救杜兴。上头一个月来叫老爷治伊。